迎大家都活蹦乱跳，身体健健康康，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Wednesday。叫做 Wednesday， 其实我们也不习惯。对，刚才介绍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哇，真的好陌生哦。对，因为大家熟悉我们，就是我们刚才唱《恋爱元气弹》的原唱们 ，Popular Lady。对。那其实 Wednesday 这个名字，我觉得会发生的这件事情蛮酷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三个人在讨论之后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对，拍个影片啊，因为反正我们平常那么好笑。那么疯，对对，然后我们就最近有创设了一个新的 YouTube 的频道，叫做星期三不无聊，然后里面有拍一些我们星期三会在干嘛，然后可能吃吃喝喝，然后告诉他一些好康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其实因为星期三也像是小周末，然后其实也有 Ladies Night 的感觉，所以
Popular Lady Ladies Night， 然后所以好像就很多人就说，那干脆你们就叫星期三好了，反正我也三个人。虽然今天不是星期三，但我们会带给大家星期三的快乐。对对，然后还可以加入那个 FB 的社团。对对对对 对， 对，星期三不无聊的社团。对，我们有个秘密社团，然后我们会常常在上面 po 一些关于我们很私底下的东西。对，好玩的好吃的，对。希望大家赶快加入星期三不无聊的社团，然后呢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熟悉我们这个星期三的组合。那刚刚唱的那首歌是《恋爱元气弹》，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些人应该也是挺熟悉的，这首歌叫做《你说他》。有穿橘色的那边，还有嘞，这边有送吗？
哦，那边没有，哦哦哦哦，哦，今天也没送到，他在很紧张，那边，哪边？哦，粉丝有得到是不是？这个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准备了好像十份，差不多十份，对，数量有限。哇，是不是有人生气了？2021第一天就想要生气吗？不行吗？气不不，对，气不不。好，但是如果没拿到礼物的人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们里面礼物有什么。最讨厌！我跟你讲，里面呢有非常好吃的小饼干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刚刚的拍立得照片，没错。虽然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还好，但是上面是亲笔签名的，好吗？对，而且是刚刚拍的，时装都不一样。对，热腾腾才刚拍好的。今天得到的十位朋友，恭喜你们！真的，你们。在就是今天拿到一个非常棒的礼物，因为刚刚我们自己也都很想把它留下，对，我们有翻拍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刚刚唱了两首对以前的歌曲，对，那最后一首呢是我们的雨山，他自己有一个新的单曲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那我这首歌应该是暌违了好几年，终于有一首自己的作品。那这首歌其实是阿庆老师 FIR 的阿庆老师他自己原本的专辑里面的歌曲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那个时候也因缘机会下跟阿庆老师合作，我就跟他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翻唱你这首歌啊？然后他非常阿萨里的一口就答应说，好啊，给你唱啊。然后呢还让他制作，假装告狗的感觉，把他吃干抹净用完。对，所以这一首歌是我在2020年的新的单曲，然后希望这首歌因为可以抚慰大家的心情，虽然它是一首很悲伤的情歌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听完之后呢，心里面也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。对对，那这首歌叫做其实还爱你，欢迎刘雨山。
星期三不聊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欢迎一的朋友，很开心可以在最后一天跟你们一起过。哇哈！你是不是跟我嗨了？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下台。谢谢。